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阿 Ken， 你今晚有新车，我们先去拿车。Cherry 的 Omoda 5。哇，不是阿夏了，终于。现在我们去拿车的司机伟伦，脱单了。哦，我看到了。This is the one. The ribbon car is mine。因为我没有拿过绑 ribbon 的车，为什么没有拿过？因为前面都是阿夏了，老麦逼了，这种都是好聊了，好聊了，好聊了。车牌已经出了，嗯，不可以看到车牌，不可以看不到噻。然后 face 那样，然后姐姐是要解深色到半死，还要骂我，还有法律吗？哇，很美耶，黑色、红色、白色。但是其实准确是阿 Ken 的车来的，因为我没有开车。你买这款是什么 spec 的？它就两个 spec 到的，108千的，一个118千的 high spec， 所以我们直接拿 high spec。这样看呢，Omoda在路上你有看到有红色边的，就是 high spec。这个就是 Cherry Omoda 5最标志性的一个设计，很多洞，蜂巢这样子。其实我们本来是想要全黑色的，但是因为我们赶在新年期间要拿车，所以我们就来不及，所以我们就先拿这个白色版本的，然后过后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换色的话，我们再考虑要不要去 wrap 它啦，那个是后面再讲。终于不用做阿夏，也不是说阿夏不好，但是我们终于有大量一点的车了。那辆红色的阿夏其实也是跟了阿Ken十多年有，也是时候换了的。有新车做了，不用我开车最好了。那旧车也不是用你开的哦。对啦，是新车比较美嘛。有天幕耶，刚才我看到，我听说拿新车出来有 ribbon 是有花的，为什么我没有花的？整天看你放闪就够。这是锁匙套啊，这边可以印一个 Porsche 的 logo 吗？OK， 现在进行的就是检查车的 ID， 就是看看那个号码有没有对，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车。我突然发现地上有一个 Omoda 的字， side mirror 的灯照下去的，地上会有。OK， 现在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选了 Cherry Omoda 5呢？因为它够大，它的这个价钱哦，其实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很好的功能，甚至我们的朋友的 Volvo 都没有的功能。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有 RGB 灯，虽然很亮不太看得到啦，它可以变各种颜色啦，很多种颜色可以选。然后它灯条这边，然后这边全部都是。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天幕，因为我从来没有拥有过有天幕的车，这个是第一辆啊，也不是我拥有了阿 Ken 的，但是它的。就是我的嘛，然后呢，它这个椅子可以有 aircon 的，然后它的 shape 也是刚才阿伦跟我讲，是一个什么跑车 bucket seat， 跑车 bucket seat， 啊，然后它也比较通风，它前后两个椅子啊都是可以电动调整座位的，然后再来还有 power boot， 它的 boot 就是自己会开的，有 wireless charging 啊，然后有很多 port 啊，还有一个是我今天才 surprise 到的，就是原来它这里有一个迎接灯，我刚才已经发现到了噜。示范 power boot， 哇，手都没有拿过出来。大姐，我假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boot， 然后可以调高度什么的，然后肥仔唔该出嚟，肥仔。然后它有360 cam 的功能，还有一些 safety feature， 其实它都全部都有，就很难想象到120千的车，它这些功能它全部都有。我只能讲中国车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卷了，很性价比。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把阿夏换掉，突然换去 Omoda 5。 阿夏很好我们知道，但是阿夏8年了，然后最近很常水滚，我们上云顶它又水滚，上云顶它又水滚，然后它也很旧了啦。然后我们现在的东西越来越多，每天我们都是载着很多东西出门的。我们阿夏已经不像阿夏了，他已经像跑车，因为他只可以载两个人，后面全部是货来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更大一点的车，就是我们就选 SUV 这样子啊，然后它又比较性价比咧，然后又比较符合我们的经济能力。哎，其实很多人就问我们讲说，哎，你怎么要买 Cherry 呢？怎么你这样敢死的呢？因为 Cherry 太冷门了。但我是觉得我们舍位过了，其实也没有太多人讲它很差，也没有人讲它很好啦。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试一下看了之后再给你们知道。目前网上我们是没有看到太多的不好的东西，然后价钱也是很美，所以我们就选了它这样子啦。等迟点我们加久一点，我们再跟大家反馈一下到底这个车真的是不是好价，你们就可以留守我们啊。对，这个不是电茶，我们这是油车哦。